好，于老师可以开始了吧？好，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那么欢迎大家的话呢，继续参加这个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的 AIDL 第九期。那么今天下午的话呢，我们有两位讲者。那么第一位的话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刘志远老师。刘志远老师主要研究方向呢是这个自然语言处理，特别是在表示学习、知识图谱以及社会计算领域，那么已经在 ACL、EJK、TripleI 等人工智能的著名的国际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80余篇，Google Scholar 引用超过10万次。那么他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技基金，获得过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青年创新奖，入选国家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现在是智源研究院青年科学家，也曾经入选过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那么，刘志远老师今天的报告题目是知识指导的自然语言处理。我们欢迎刘老师。好，感谢徐老师介绍，能听到吧？啊，可以是吗？啊，徐老师，我能听到吗？我的声音。的，你可以开始了。好的，那我就开始了。那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然后给各位这个同学，然后来介绍一下这个知识指导的自然语言处理。那么这个的话，本身也是我们最近这几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我们认为可能代表着自然语言处理未来的这么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发展趋势哈。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介绍。那首先我们说这个要研究的这个对象其实是自然语言。那么本身我们这次的这个讲习班呢，本身都是围绕自然语言处理来进行介绍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就我们这个对象，这个作为自然语言，它的这个命名是什么原因？其实我们会说，它其实是跟这个我们人工的这种编程语言相对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包括 C 加加呀、Java 呀、Python 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人工语言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这个计算机科学家然后制定的各种各样的编程语言，本身是人和计算机进行交互的交流的这么一种工具。那么这个自然语言呢，相对来讲，它的这个 natural 指的就是本身这种语言其实是大自然产生的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然后在这个人和人之间进行交流的过程中，然后形成的这么一种语言。那我们会说，跟这些人工制定的编程语言相比呢，其实自然语言会有非常多的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特点比如说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新词还有新的用法，然后譬如说它里面会有特别明显的这种一词多义就是这种歧义性的这种现象包括在词的层面、在句子的层面在文档的层面等等。那么这些的话，其实在编程语言里面都不存在。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自然语言本身它的这个句法或者说它的这个 grammar 本身比这个我们的这个编程语言它其实会更加的复杂就很多时候会存在着这个。这个明显的这种超出这种上下文无关文法的这么一个现象。那我会说，自然语言处理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那我们会说，跟这个编程语言相比，自然语言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没有任何结构的这种语言的序列就我们会说，无论是语音还是这个文本，那么它其实都是一些字符或者是音素的这么一个序列。那么这个序列的话，本身它的这个结构信息其实几乎没有所以那当然英文的话，相对来讲会有一点点这个结构，譬如说词和词之间可能会有这个空格的信息等等，但是相对来讲大部分的这个信息，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这些字符的这种序列而已。那么我们假设说我们想要理解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本质上来讲，其实是要发现这句话它背后所要表达的这种语义的结构你比如说，我们可能想要知道这句话到底是在讲一个什么事儿，那可能就得知道它的这个主语是什么，宾语是什么，谓语是什么它们之间描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会说自然语言处理呢，从本质上来讲，其实是一个结构预测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假设说想要知道一个序列没有任何结构的这种序列，它背后到底是在讲什么意思呢？那本身就是我们就是要把它背后的这种语义的结构给分析出来。那么，
面向这个需求呢，实际上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呢，就定义了非常多的相关的概念啊，包括这个词性标注哈，part of speech tagging 啊，其实就是把每句话里面的每个词，然后它的这个词性，然后给标注出来，其实就是一种结构的预测的过程。那譬如说，我还要去识别这句话里面的这个命名实体啊，比如说一些人名啊、地名啊、机构名啊，还有这种日期啊等等，那这也是一种结构。那譬如说，我可能还是说在整个这个文档里面可能会存在着这种指代的问题啊，就相当于说我前面提及了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地方啊，那么后面的话我可能就会用一些代词，然后来去指代它。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知道这个代词到底是指代的前面出现的哪个实体。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供指消解的问题哈，叫 call reference resolution。那么再往后，其实我们可能还需要知道哈，就这句话里面它的这个更复杂的这种句法的或者是语义的这种互相的依存的结构。那么这些啊方方面面其实都是这个自然语言处理所关心的这么一个任务啊。这些任务其实就是相当于从这种语义的结构里面，然后来从这个文本的序列里面，然后来去找到它的这个背后的语义结构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会说，自然语言处理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我们说自然语言处理其实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我们会说，这件事情本身跟 AI 的这个终极的目标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我们会说这个就是自然整个计算机的这个奠基人其实有两位哈，一位是这个阿兰图灵，一位是冯诺依曼。那么他们其实在他们的比较晚期的这个著作里面，其实都不约而同的在探讨一个问题哈，就是计算机能不能像人一样思考啊，本身其实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这个发端，那么其中最有名的是这个图灵啊，他在他的这个著作里面提出来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可以看到哈，就是在这个图灵测试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测试者跟一个计算机，然后进行这个交互，然后用来通过这个交互的过程，然后来去判断啊，就是这个计算机是不是已经具备人的这么一个智能水平。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就本身其实是涉及到。它就是通过这种自然语言的形式来进行这么一个交互的，所以我们会说自然语言处理哈，包括自然语言的理解，包括自然语言的生成，其实都是实现这个人工智能通过图灵测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技术。那么最近这应该说这10年，实际上是这个深度学习这个深度发展的这10年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深度学习已经在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方面面，然后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么一个图哈，它其实完成的是一个机器翻译的一个任务哈，就是从左下角的这么一，然后翻译成这个右上角的另外一句话。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如果用深度学习去做，你会发现它有两个非常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把所有的这些词还有它的这些句子背后的语义的信息呢，实际上都用这种向量来表示哈，就是每一个矩形里面。它实际上是会有很多的数值，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向量，就是一个 vector。那么这种表示的方式呢，被称为叫分布式表示啊，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我们会说这个分布式表示是深度学习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就是相当于说在深度学习里面啊，我们是要专门的去学习啊这种所谓的分布式表示啊，就是相当于一个词到底对应哪一个，它的这个向量到底应该长什么样。这个实际上是通过大量的这个数据，然后来进行学习的。然后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本身的这个深度啊，就是像它分成非常多的层。然后你会看到，从一个语言的一句话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的一句话，它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这个不断的进行这个向量上的这个状态转移的过程啊。你会发现它一层一层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层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会说呢，就是深度学习它本身。它作为这个一个学习的框架，它有两大特点，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表示是采用了分布式表示，它不是传统的这种符号表示。那么另外一种它就是它的这个结构其实是深层的就它会分成非常多层，然后通过这些层次，然后来完成不同的这个相应的任务那么这些状态转移的这个过程呢，实际上也是相当于通过大规模的数据来进行学习的这么一个这个参数。所以呢，深度学习本身是一个典型的数据驱动的这么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无论完成这个机器翻译，还是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任务，那么它都需要大量的这个训练数据，然后来
让这个模型来学习啊，就是它里面的这些相关的这种分布式表示的参数，还有就是状态转移的参数等等啊，这个是深度学习的这么一个特点。那我们会说，这种分布式表示对于自然语言处理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会说，实际上在自然语言处理里面，我们需要关心非常多的对象啊，包括这个句子里面的，包括词呀，包括这个句子呀，包括文档啊，包括这个文档所连接成的这个互联网。那么我们自然语言处理里面非常多的任务，其实都是要去计算这些不同的语言单元，然后它们互相之间的语义相似度。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需要针对不同的这个自然语言处理的任务，然后来设计不同的算法。譬如说，我要做关键词抽取，那实际上我就是要去判定一个文章跟一个关键词它们互相之间的语义相似度。那如果我是做文档摘要呢，我就是要去判断这个一篇文章跟一句话然后它们之间的语义相似度。那么我要是说做这个文本分类呢，那实际上我们往往是要做这个文章和文章它们互相之间的这个语义相似度等等。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在这个深度学习之前呢，实际上我们往往需要针对不同的任务的特点来设计不同的算法，这个是过去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任务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由于有了深度学习呢，它所带来的这种分布式表示，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表述空间。也就是说，在深度学习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些词呀、句子呀、文档啊，然后这个互联网啊，我们实际上都一股脑的可以把它放到同一个语义空间里面就都放在这个低维的向量空间里面。那么在这个向量空间里面，我们就非常容易的去算不同的力度的语言单元它们互相之间的相似度。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可以非常方便的用这么一个统一的表示方案，然后来去支持不同的这个自然语言处理任务。那么同时呢，由于我们可以把非常多的这些不同的语言单元放在同一个语义空间里面，那么我们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数据稀疏的问题就我们可以利用那些高频的数据来帮助我们去建立起对那些低频数据的这么一个表示，这个是分布式表示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特点。但是我们会说，深度学习发展到今天然后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在自然语言处理的各个方面，我们会说会有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说，深度学习是不是解决自然语言处理或者自然语言理解的一个终极的方案？我们是不是只要收集足够多的数据，我们用足够大的模型，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解决自然语言处理的这个所有的任务了？我们会认为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深度学习是没有可能去完成自然语言处理的这个最终极的目标。我们这儿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左下角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一个句子叫做 "Summer is getting old"。那么实际上我们会说，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它其实从句法结构上来讲，非常的直观，非常的简单如果说我们只是用这个语言学的一些知识的话，我们非常容易的可以分析出来它的主谓宾结构是什么。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假如说有两种语言的这个语言学的知识，实际上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把它给翻译成中文或者说其他的语言。但是我们会说，仅仅是利用语言学的知识，其实并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理解这句话它所要表达的意思那么实际上我们需要借助于一些常识的知识，我们才有可能知道这句话原来是在做一个比喻，然后它的这个比喻的意思其实是指的说，哎，这个夏天其实非常热那么再进一步，我们可能需要有非常丰富的世界知识，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可以就是相当于说，如果有人这么说了，我们会想到，我们可以找一些其实他的意思是他现在觉得很热，实际上是希望能够这个降降温那我们这个时候实际上可能我们就得需要知道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风扇呢或者空调然后实际上是实现降温的目的。那么再进一步我们假设说，如果有了一些医学的知识，那我们可能就能够从这句话里面能够分析出来，这个人可能会有中暑等等的这么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会说同样是一句话，那么对它的不同层面的理解，实际上是需要我们人类的不同层次的知识的支持的。
啊，也就是说，你有什么层次的知识，就意味着你对这句话能够产生什么层次的理解。这个不只是对人工智能，对我们人也是一样啊。就很多时候就经常会说，哎，这个好赖话听不出来啊。那其实就是指的说，哎，你可能不具备那个方面的知识啊，你可能就听不出这句话可能所要表达的这个深层次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会说，经常会说啊，言有尽而意无穷，对吧？啊，然后我们会说，弦外之音，弦外之意。那么，所以我们会说，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啊，它如何能够让自然语言处理实现从字面意思的理解到这个听懂弦外之音，理解言外之意，啊，那这个实际上是需要知识的这个支持，啊，就是我们会认为这个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这一点的话，在2015年的 Science 上的一篇综述，啊，也印证了这一点，啊，在这篇综述，啊，这篇综述。题目是 Advance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啊，实际上是自然语言处理这个方面的，啊，一个，啊，我认为写的是比较浅显也比较全面的这么一个综述哈，啊。如果啊有兴趣呢，一定可以一定去看一看啊。虽然距离现在有4-5年了，但是我是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这么一个采访文献。那么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啊，实际上就展望了这个自然语言处理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其中就特别强调了啊 ，knowledge 啊，这个知识是未来这个自然语言处理啊亟待解决的一个困难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会说哈，啊，自然语言处理啊，或者说自然语言里面其实包含了我们这个人类的大量的知识啊，包括语言学的知识、常识的知识啊，这个世界的实体的知识，还有各个领域的知识。所以呢，我们除了啊通过这种数据驱动的办法，然后来去实现对这些文本的字面意思的理解之外，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它的深度理解，那么我们需要啊这些丰富的不同层次的人类知识的这么一个支持或者是指导。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个知识指导的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会认为这个知识指导的自然语言处理呢，应该是包括三个大的这个部分啊，就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假设说我现在有了一个这个大规模的知识库或者知识图库，那么我们想要实现让这个知识库对深度学习的这么一个指导，那么实际上我们首先要实现啊这个所谓的知识的表示，也就是说我们先能够把这些符号化的表示啊能够把它变成啊这种低维的向量表示，或者说分布式表，也就是说我们要进行这种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啊，就是知识表示学习。那么进行了这个知识的分布式表示之后呢，我们就有可能把它嵌入到我们深度学习里面，然后来去实现对这个深度学习的指导。那么这个的话就被称为知识的指导。那么我们会说，哎，其实这个知识本身啊，就是这种符号表示的知识呢，本身也不是凭空就能来的啊，也不是啊，本身规模也巨大啊，就不太可能让人然后手工的标注出来。那么我们会说，随着深度学习对这个互联网上的这种语言的深度理解，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去进行更加高效准确的啊这种知识的抽取。那么这些知识的抽取可以帮助我们不断的去扩展啊，甚至说，哎，能够更新我们的这个大规模的知识图谱。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它就形成了一个双向驱动的这么一个啊 pipeline。这样我们就是认为啊，通过这个框架，然后既可以实现一个啊知识指导的啊这么一个深度学习的模型，然后来去实现啊这么一个更好的自然语言的深度理解。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不断的扩充不断更新的这么一个知识图谱。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实现的这个知识指导的自然语言处理的框架。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就是今天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就是花一些时间，然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从世界知识这个层面，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都有哪些工作需要做，然后来完成我们的这个知识指导的自然语言处理。那什么叫世界知识呢？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其实是2012年啊，这个 Google Knowledge Graph 这个产品推出来的时候，它的一个定义其实是就是在 Google Knowledge Graph 就是谷歌的知识图谱出现之前呢，实际上是已经有非常多的学者啊，多年从事这个知识库的这么一个建设啊，只是说这个 Google 的知识图谱呢，它一定程度上
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研究的方向呢，进行了这么一个产品化。那么实际上是真正的让这个知识图谱进入到了这个商业的应用的这个场景。那么这个知识图谱一般我们是怎么表示呢？实际上它相当于是说把这个世界上的相关的这些实体之间的关系然后来进行表示，这个是我们把它称为世界知识图谱。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这个威廉姆莎士比亚，这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人，那么罗密欧与朱丽叶呢，又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作品。当我们会说，哎，这两个实体之间他们其实存在着作者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威廉姆莎士比亚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三元组，这个三元组里面的头实体就是 head 头实体就是莎士比亚，然后它的这个尾实体也就是 tail 就是这个 Romeo Juliet。 那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是他们的 relation 就是这个 right 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三元组包括头实体关系和尾实体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那么非常非常多的这些三元组实际上就会构成一个大规模的知识图谱。那么在这个知识图谱里面，每一个实体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节点。那么它们节点之间的这些边以及边上的这个标签，实际上就是反映了这些实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会说非常非常多的三元组它是一个一个的现实世界中的事实，也就是实体之间的关系。那么它们整体会构成这么一个大规模的知识图谱这个实际上就是知识图谱的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会说，像这么一个简单结构的知识图谱，如果它的规模足够的大，那么它可以支持非常多的一些商业的应用。譬如说这个至少可以做什么呢？譬如说问答系统。那我们在知识图谱里面记录了非常多的事实，非常多的关于现实世界的事实。那么实际上，当用户去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转换成在这个知识图谱上的这么一个检索的过程比如说我们问中国有多大等等那么这个知识图谱当时 Google 2012年推出这个 Knowledge Graph 的时候，那么它的一个重要的应用之一就是要去支持它的这个搜索引擎。也就是说，当用户当这个 Google 的用户搜索的这个用户，他去检索这个相关的一些实体的名字的时候，那么这个搜索引擎它除了像以前去返回很多的这个命中的网页之外呢，它还会在这个右侧，然后来去展现关于这个实体所涉及的这个实体它的一些结构化的信息比如说奥巴马，然后它就会在右侧，然后提供关于这个奥巴马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譬如他是在哪年生的，然后他的身高，然后他的父母，然后他的受教育程度，然后他的这个兄弟姐妹，然后以及其他的甚至多模态的这么一些信息。那么这个知识图谱就可以支持这么一个搜索的这么一个性能。那就是说，用户他假如说就是想去了解譬如说这个人或者是这个实体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的话，那他就不再需要到那些网页里面再去找，他可以直接去在这个知识图谱的提供的这些结构化信息里面就可以看到。那么实际上这种知识图谱呢，由于它本身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图，那么这个图本身也可以支持相关的推理的功能。比如说我们会问这个奥巴马的妻子的父亲是谁，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在这个知识图谱上进行一个多跳推理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首先你要找到奥巴马的父亲是谁，奥巴马的这个妻子是谁，然后再根据这个妻子所对应的父亲是谁，然后来找到这个相应的答案。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推理的一个功能。当然就是说，一旦你有了这个，一旦你有了这个。这个知识图谱的这个结构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推理实际上都可以去完成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就分两个方向来看。首先我们来看，如果我们有了深度学习的这个方法，我们有什么可能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知识的这个获取那我们会说，这个知识的获取呢，一般来讲会分两种思路就两种来源。一种来源呢是利用已有的这个大规模的知识图谱，然后来进行这个相关的知识的获取。另外一种来源呢，就是从大规模的文本里面来获取这个相关的
这个实体间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如何去通过已有的知识图谱，然后来去进行这个关系的预测。我们会说之前介绍的就是这个知识图谱呢，其实一般是用三元组的形式来去进行表示。那么这种表示呢，它当然非常的简单，然后也非常直观，但是呢，它并不适合非常高效的计算譬如说，我们假如说这个知识图谱已经有了，那我们会说，我们想要知道哪些实体互相之间这个相似度比较高，那么或者是说，我们想要知道两个实体之间可能存在什么关系比如说两个没有任何连接的这个实体，然后我们想要猜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什么。那么所有的这些在知识图谱上的这么一些相关的预测的任务呢，实际上我们都需要把它转换成一些图的就是在网络上或者图上的这么一些这种图的算法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一般来讲，图的算法呢，往往计算复杂度都特别高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由于把每一个实体和关系都看成是一个一个的符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实现对这些实体它背后的这个语义信息的这么一个建模。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就诞生了一个新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知识图谱的实体还有它们的关系也能够映射到这个低维的向量空间也就是说也是希望能够实现对这些实体和关系的这么一个分布式的表示。那么在这个方面的一个代表性的做法呢，实际上就是2013年提出来的这个所谓的 TransE 那么这个 TransE 它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要去把这个知识图谱里面的每一个实体和每一个关系都表示成低维的向量。然后呢，它要求什么呢？它要求一个三元组也就是说头实体 relation 和 tail 和这个尾实体。这个三元组，它假设说头实体是用 h 向量来表示，尾实体的向量，尾实体是用 t 这个向量来表示，而这个 relation 呢是用 r 这个向量来表示，那它就会要求这个三元组必须能够让 h 加 r 尽可能等于 t，也就是说，它会把这个 r 看成是从 h 到 t 的这么一个平移的过程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你就可以想象我们在知识图谱里面可能会有成千上百万的这种，就是相关的三元组。那么每一个三元组，我们都要求它的 h 加上 r，让它尽可能等于 t。这样的话呢，由于成千上百万的这个三元组所对应的这个优化目标一起来进行求解，那么实际上我们就可以不断的优化，然后来得到每一个实体和每一个关系它的低维的这个向量那么这个向量的话，实际上就表示了这些实体和关系的这个背后的语义的信息。那么这种向量我们拿到了之后，或者是学到了之后，它能用来干什么呢？那它实际上可以做非常方便的去做很多的预测的这种工作。比如说，假如你现在知道头实体是 WALL-E 这是一个动画电影，那么你知道它的这个 relation 是这个 has genre 是指的说它的这个电影风格。那么现在就让你去预测它的尾实体可能是什么。那么对于这个任务来讲的话呢，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些图的算法来完成，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实际上可以非常直接的去用这个这些实体和关系的向量来去完成相关的这种预测。怎么做啊？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整个 TransE 其实是要求所有的合法的三元组都必须满足 h 加 r 等于 t。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现在要预测这个 t 是什么？那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可以要求去 h 加上 r 也就是说我们要求 h 加上 r，我们做这个操作，然后我们到这个低维的向量空间里面去寻找跟 h 加 r 这个加完之后的这个向量最相近的那个向量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就可以得到关于这个尾实体的这么一个预测。那么这个预测呢，水平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是基于 h 加 r 等于 t 的这么一个假设，然后来完成的这个预测的任务。那么实际上我们假设说把这个预测的任务当成是一个评测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会看到就是横坐标是这个不同模型的参数，然后纵坐标呢是这个预测的准确率。那你会看到就是以这个 TransE 为代表的这种基于平移的这种思想呢，它所需要的这个学习的参数其实非常的少，但是呢，它的这个预测的准确率呢，比之前的这些所有的方法都有一个非常高的提升。
那么这一点也说明啊，我们这种低维的向量啊，这种关于知识的表示呢，其实具有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性能啊。那么在过去的这四五年里面呢，我们实验室也在这个知识表示学习方面啊，开展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会在这个知识表示学习里面去考虑这个复杂的关系，然后提出来 TensorR 的这个模型。然后会提出考虑这个关系路径的这种思想，然后提出了 P trans E， 然后提出了把这个实体的描述考虑进来，提出了这个 DKL， 就是 description 的把 description 考虑进来的这个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以及是把这个实体的这个它的相关的图像的信息给考虑进来的这些相关的工作等等，那么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知识表示学习这一块特别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看我们在 GitHub 上维护的这么一个知识表示学习的这个论文的列表，然后可以了解就是关于这个领域的一些最早的比较经典的工作以及最新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实验室所开展的这些工作呢，也都列在了这一页上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我们刚才介绍的这种知识表示的这种思路，那么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呢，则是从文本里面来去进行这个知识的抽取。那么这个思想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啊，譬如说我们现在想要知道比尔盖茨和微软他们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可能就会看，其实在互联网上或者说在大规模的文本里面啊，必然会有非常多的句子啊，譬如说提到比尔盖茨 was co-founder and CEO of Microsoft，像这种话，那我们就会发现，哎，这句话里面提及了比尔盖茨和 Microsoft， 那么这句话里面的这些内容实际上就反映了这两个实体之间存在 founder 关系。所以很自然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可以利用文本然后来去抽取实体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在这种思想的支持下呢，其实就会开展非常多的这种关系的实体关系抽取的这么一些任务但是这个方面其实会面临非常多的一些挑战，我们来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去获取大量的这个训练的数据我们刚才会看到就是这种关系抽取的这个任务其实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文本分类的任务也就是说给你这些话，然后你要从里面抽取出这些实体之间的关系那这些关系假如是预先定义好的呢，那它本身就是一个文本分类的这么一个任务。那么对于文本分类，假如说用深度学习来去做的话呢，它本身就需要大量的训练数据。但是呢，我们说，哎，让人去标注这种大量的训练数据，其实是往往是不太现实会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就会提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思想叫 distance supervision 就是这个远程监督。远程监督的思想是什么呢？其实思想也非常的简单。它其实就是要利用已有的知识库，然后来标注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文本的这个数据训练数据它的一个假设就是说，假如说你在大规模的知识图谱里面已经有了比尔盖茨 Microsoft 它之间有 founder 关系，那它就假设所有的同时出现比尔盖茨和 Microsoft 的这个句子，然后它就是这个 founder 这个 relation 的正例也就是说他会认为所有同时出现比尔盖茨和 Microsoft 的句子都反映了他们之间存在 founder 这么一个 relation， 这个就是 distance supervision 的思想这样的话实际上你就可以用一个大规模知识图谱非常方便的去标注，自动的标注出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文本的训练数据。但是这种思想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或者说一个挑战就是在于它毕竟还是这个自动标注的那它的这个假设呢其实有点过强了因为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同时出现两个实体的句子都反映这两个实体在知识图谱里面的那个关系。比如说现在的这三句话，那么第二句话 Bill Gates announced to retire from Microsoft， 那么它其实就没有办法反映这两个实体之间存在 founder 的关系。那么这个噪音呢实际上就会导致它的这个训练其实会这个性能会受到比较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需要找一种办法能够把那些标注错误的样例呢能够给挑出来，并且能够降低它对这个训练的这么一个影响。那么基本的一个思路其实就是
啊，我们有非常多的工作了啊，譬如说在过去哈，大家会把这个 multi instance multi label learning 啊，就是 MIML 啊，这个机器学习里面的一个典型的思路，然后给用过来。那么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提出来一个更有效的做法啊，我们叫做 sentence level attention 啊，就是在句子层面的这么一个 attention 的机制。那么他的思想就是啊，我们譬如说对于同样的一个三元组，我们可能会发现说一共有 n 句话都同时出现了这个三元组里面的两个试题。那么我们实际上会对这 n 句话，然后我们会根据啊这不同的话，它所得到的这个 sentence heading 跟这个对应的这个 relation 之间的这个相关的情况，然后我们会去算出来每一个样例它所对应的这个 attention 的机制。啊，那么这个 attention 的值呢，实际上就反映了啊这一句话它有多好的去反映啊，就是这个实体之间啊，在这个知识图谱里面的那个 relation。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那些并不能够很好的去反映知识图谱里面两个实体关系的那些话呢，它的这个权重就会比较低，从而能够比较好的去抑制啊，就是那些噪音标注它对这个训练的这么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工作啊，本身呢啊，其实也得到了，因为它的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啊，所以得到了非常多的相关的关注。那么后续呢，我们也把这个 sentence level attention 的这种思想呢，我们进一步的去进行了扩充。譬如说，我们把这个关系的这个层次的结构给考虑进来也就是说，这个关系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平铺直叙的哈，不是说所有的关系都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说这些关系其实会呈现一个层次的结构。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那些拥有相同的这个父亲节点的那些关系，那它可以共享一些重要的信息，从而能够提升我们对那些特别长尾的那些关系的这么一个处理的这个能力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把这个sentence level attention，特别是把这个层次的这个结构考虑进来之后呢，它实际上能够非常显著的去提升我们的这个关系抽取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们非常大的把那些这些错误的标注它的这些权重给降低的这么一个造成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实际上这种 attention 的机制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去综合利用各种各样的信息也非常的有帮助我们后来呢又把这种 sentence level attention 呢扩充到了不同的语言上譬如说我现在有英文的数据和中文的数据，那么实际上是他们这些样例可能都会反映一个相同的这个实体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会用这种 sentence level attention。然后我们来去建立起就是他们对不同的这个句子的这么一个关注度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把不同语言的这个数据的信息能够放在同一个模型里面来去完成这样能够更好的去利用不同语言的数据，然后来去进行一个统一的这种实体关系的抽取这个是我们 sentence level attention 就是这种 sentence level attention 它的这么一个扩展的应用。那么还进一步的去把这个 adversarial training 就是这种对抗训练这种思想，又进一步的引入到我们的这个这种 sentence level attention 的这种机制中来。那么它可以更好的去选择那些更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能够更反映这种 common 的这种信息的那么一些样例，然后来去实现我们的这个关系抽取的这么一个模型，那么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么这个也是在这个cross 这个多语言的这种情况下所进一步提升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把这个 attention 呢用来去把这个知识图谱的信息跟这个文本的信息进行结合我们会知道在最开始就是在刚刚我们其实会介绍到我们在知识图谱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利用学习得到的每一个实体和每一个关系的向量，然后来去预测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在文本里面，根据这个文本的信息来去预测这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那么实际上是这个 knowledge graph 和这个文本，那么它们互相之间其实也可以综合起来来去完成相关的这个工作。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提出来这种所谓的 mutual attention 的机制，然后来去把文本和这个
知识图谱啊，相关的信息更好的融合在一起，然后来去实现我们的这个实体的关系出去，也是取得了一些相关的成绩啊。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我们还把这个人的这个标注的这个信息，然后给有针对性的结合在一起，我们会发现，实际上我们可以利用啊人去标注一些关系，它所对应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 pattern 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北京和这个中国之间有 capital 的这个关系，那么它一般在文本里面可能会表现出 X is a capital of Y。那如果说我们让人去啊，这个只是去让人去标注这些 pattern，比如说这个 relation 可能会对应这个文本的 pattern，那么这个的话其实是啊，比我们让人去标注一个一个具体的样例啊要。更加的高效啊，因为一个 pattern 可能会对应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样例啊，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在有限的这个人工标注的支持下，我们可以比较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关系抽取的这个性能啊。那么这个的话也是取得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成绩啊。如果大家有兴趣，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未来啊这个知识获取的一个非常实用的这么一个框架啊。好，那我们刚才说的是第一个任务，就是如何去利用大规模的这个数据。我们接下来来说第二个这个相关的挑战。这个挑战其实就是我们如何去利用少量的这个样例，然后来去进行这个更好的关系，实体关系的抽取。啊，那么这个的话，实际上我们它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所谓的 future learning。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每一次训练，我可能某一个 relation 可能只对应非常有限的样例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说，哎，给你一个测试集，给你一个测试的样例啊，那让你去看说这个测试的样例到底是属于训练里面的这三个关系哪个啊？那么这个的话本身就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这个是典型的 field short learning 的问题。那么为了更好的去研究面向关系抽取的这个 future learning 的这个特点呢，实际上我们专门标注了一个数据集，就叫 future real 啊，叫 future real。那么这个 future real 是发表在2018年啊，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这个 future real 它虽然用一些 future short learning 的一些典型的做法，譬如说这个 prototypical network 或者是说这个 meta learning 啊，它虽然可能比起传统的这些不考虑 future short learning 的这么一些任务。啊，这些模型来看呢，它其实有一定的提升。当然，我们会发现这些提升其实都跟这个 human 的 performance，跟人的这个性能相比呢，其实还是有比较远的这个距离啊。这个我们会认为这种简单的这种 field short learning 的一些方法，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解决我们面向关系抽取的这种这种长这种少次学习的这个问题啊。那么面向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做过一个工作啊。我们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提出来一种所谓的这个 hybrid attention 啊，就是我们相当于是希望我们是实际上是发现啊，就是在 field short relation traction 里面其实它由于 training instance 非常的少所以呢，就是如果你一旦就是有一些 training instance 就是有这种噪音的问题呢。那它就会对这个训练的结果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啊，我们就希望能够尽量的去减少这个噪音的这个标注或者样例，它对这个训练的结果的影响啊，那我们就提出来这个所谓的 hybrid attention，提出来包括 instance level 的 attention 和 feature level 的 attention 来一起来实现对这个原型网络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定啊，也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去降低那些噪音的样例对这个原型网络的这么一个影响，然后发现说这个效果其实非常的明显啊。那么我们还进一步的提出来，利用这个关系的一些 meta information 比如说这个关系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名字可能会有它的 description，那么我们会利用这些相关的 meta information，然后来去指导这个 meta learning 的。这个学习那么这个 meta learning 它可以更好的去帮助这些 meta learning 可以更好的去建立起那个快速的这种初始化和它的这个优化，然后从而能够让这个相关的性能呢得到一个更好的这个体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方面所做出来的一个尝试。
那么我们实际上，后来会发现呢，就是实际上一些预训练模型呢，在这个 FuelRail 上，可以一下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原因就是在于，假如说，因为我们的 FuelRail 其实是在 Wikipedia 的这个数据上标的，所以呢，如果你拿 Wikipedia 的所有的数据来做预训练的话，实际上一下就可以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因为它，相当于是，就是能够实现对这些文本的一个更好的表示。但是我们会认为，这个 FuelRail 它其实本身其实会有很多的更有挑战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可能训练数据和这个测试数据可能不是在一个 domain 里面，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说，哎，这个测试的样例它的这个 relation 可能不隶属于这个训练里面的任何一个 relation 就是 nulls above answer，这个在实际情况下其实非常之常见啊，所以面向这两个新的挑战呢，我们就标注了一个新的数据，就叫这个 FuelRail 2.0那么会发现就是在 FuelRail 2.0上，就是一些传统的那些 Future 的 Learning 的这些方法呢，它都会这个性能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啊。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会认为，如何去面向 Future 的场景，然后来去更好的去建立起不同领域的这种知识的迁移我们认为是一个更有挑战的问题。那么这个 Future Relation Traction 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实验的一个基准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看。那么说第三个挑战是这个相当于是之前的所有的这些关系抽取的任务呢，都是在句子的级别上来进行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会看一句话里面包含哪两个实体，然后把这句话当成这两个实体在知识图谱里面的那个关系的证例，那么这个是 sentence level 的 relation traction 但是我们会说，其实有大量的知识，它是发生在或者说它是被包含在一个文档里面，可能会由多句话然后共同来去反映比如说，哎，我现在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句子。那么这形成一个文档，那么这个文档其实是反映了这些实体之间一些非常复杂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关系就这种关系有大量的绝大部分应该说相当一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通过其中的一句话一句话的单独的来去进行获取那么这个的话实际上就会涉及到我们第三个挑战，就是说我们如何去跨越句子的边界，来去利用整个文档的这个信息来进行这个关系的抽取。那么面向这个挑战呢，我们就也是专门做了一个数据集，叫 Dockeret，这个是就是 Document Level Relation Traction Dataset 这么一个简称。那么会发现呢，就是为了解决这种 Document Level 的 Relation Traction，实际上需要我们的这个模型具有比较好的这种模式的识别，然后这个逻辑的推理。还有这个共指的消解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在文档层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指代，还有这种常识的推理等等其实它需要非常多的复杂的这种智能的能力，才能够综合的去利用这个整个文档的这个信息来帮助我们进行这个关系的抽取那么我们会发现已有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任务呢一些算法呢，实际上是在Dock level 的 relation traction 上，其实它的这个性能都会比较的差那么同时的话呢，这些模型的性能跟我们人的这个所标注出来的、所体现出来的性能呢，其实也有非常大的这个提升的空间。这也是我们认为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如何去跨越句子边界来是综合利用更多的信息来进行关系的抽取。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我们也初步做了一个工作就是希望能够利用预训练的这个模型呢，然后在这个相当于是在文档级的一些这个 distance supervision 的数据上来进行 denoising 然后来去提升我们整个这个dock level 的 relation traction 的这个性能这个是我们今年刚发表的一个工作，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其实可以简单看一下。我们会认为，就是面向 dock level 的 relation traction 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我们这个工作其实这个性能的提升呢，也不是特别特别的显著就我们觉得未来应该还是需要开展更多的扎实的工作，然后来去推进这个任务上的这么一个性能的提升
那么第四个方向是我们叫这个关系的抽取啊。那么我们会说不是这个叫事件的这个抽取啊，我们会说，实际上就是这个其实相当于是一种复杂结构的知识的这种抽取。我们会说，哎，譬如一句话，它其实是在讲说福克斯，然后他的这个股票上升了啊，为什么上升呢？是在他收购了迪士尼的一个叫 Entertainment Business 的这么之后，然后上升的。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就是提及了这么一个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一个叫 Transfer Ownership 就相当于收购这么一个行为，它所反映的这么一个事件。那么这个事件里面其实就包含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些相关的决策比如说它的卖家、它的买家，还有它的这个买卖的这个东西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事件抽取的这么一个相关的任务。那么这个事件抽取呢，一般它会把它划分成两个阶段来完成。第一个阶段其实就是叫事件的检测就是 event detection 就是说我要知道这句话是在讲这一个类型的事件那么面向这个任务实际上传统的工作呢，其实都还做得不是特别好，它没有办法充分的去利用各种各样的数据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提出来一种基于相当于对抗训练的这种思想呢，然后来去把这个数据相当于这个相关的数据里面的这些噪音，然后来给消除掉。其实跟前面的很多的工作呢，其实非常的相似其实也是要去把这种弱监督或者远程监督的这个数据，然后利用这种这个对抗训练的这种方式呢，然后来去提高他的这个训练的这个能力就是相当于把那些噪音的数据，然后给更好的剔除掉。这个是在 event detection 上我们所做的一个努力。那么我们还进一步的去这个考虑就是在这个事件抽取，也就是在某个事件它的这个相关角色的这个标注上，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我们会知道就是你对这个事件的这些角色，然后来去进行这个标注那么这个训练数据其实往往会比较少，因为它标注起来非常的困难就是你训练数据没那么多。那么，在有限的这个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更高效的去进行这个模型的训练呢？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需要做一些这种参数共享的工作。那我们就想到了采用这个模块网络就 modular network 怎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上你譬如说像这个收购这个譬如说像这个不是收购了譬如说这个应该是对，应该是买卖也是一个买卖。那么它本身涉及到，比如说 seller 和 buyer，那么这两个角色，他们其实是要么是人，要么是机构那么它本身其实就是这些角色它应该会带有层次的信息也就是说它们可能会隶属于某一些更高层的这么一些概念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些层次的这种信息呢，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对那些长尾的那些角色，然后来进行一个这种参数的这么一个迁移也就是说我可能这个 seller 出现的多，buyer 出现的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训练 seller 的时候，我们也会连 person 连 org 也都能够训练到，那么这样的话，那些信息就有可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知道这个 buyer 它都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么一个特点那这个的话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模块网络的形式，然后来去实现这个参数的这个共享那么实际上我们还会发现就是同一个事件，它的不同的这个角色互相之间其实互相有这种约束的关系。那么这个约束的关系如何进行建模呢？我们就提出来通过这种吉布斯采样的形式，然后来去近似它们互相之间的这个联合的概率分布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更好的去考虑就是不同的这些角色互相之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关系那么，为了更好的去推进这个事件抽取或者事件检测这个相关的方向的研究呢，我们就花了非常大的精力，然后来去标注了一个超大规模的这么一个训练一个数据集这个数据集虽然说叫超大规模，但是其实也是相对于这个事件抽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领域来讲就在这个领域里面，历史上的一些特别有名的数据加起来可能都不如
我们的这个我们标的这个模型多啊，当然我们现在只是标了其中的这个 entity type 啊，就是但是这个规模已经比起之前的所有数据加起来的差不多应该有它的5倍那么大啊，就是这个应该不止5倍啊，应该是说50倍啊。那么这个的话，实际上我们应该是说有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提升啊，就是尤其是在它的这个事件的这个类型上啊，是事件的这个数目上哈。当然，它的这个事件类型比之前的这个规模也有一个这个5倍的这个增长啊，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特点，应该是10倍啊，10倍，它的这个事件的这个数量。那么我们在这个数据集上的这么一个效果啊，实验效果也表明，就是在这种规模一旦上去了之后啊，就传统的这些包括这些深度学习的方法，实际上它们的这个性能都还不能够非常好的这个支持我们的这个效果啊，因为其实事件抽取相对来讲是比事件啊，应该事件检测比事件抽取相对来讲简单一点啊，但是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传统的方法的性能呢，实际上都还没有达到一个让人满意的一个水平。那么更不用说这个事件抽取啊，它可能会效果会就是更不是特别的让人满意啊。所以我们会认为面向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开放领域的这么一个事件抽取的这个场景呢，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工作值得去进一步的去做啊。这个我们是认为接下来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啊。最后一个想要说的是这个我们叫开放的关系抽取啊，我们会说，实际上，在开放的领域里面，我们非常多的实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是人去预先定义好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大规模的数据去自动的总结出来这些不同的这种关系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就被称为叫做 open relation interaction 啊，就开放的这个。关系抽取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就希望能够我们其实在这儿就提出来一个叫做 relational summis network 啊，就是叫关系的孪生网络，然后来去尝试利用已知的那些预先定义好的关系的数据，然后我们来去训练这个样例啊，他们是不是，比如说两个样例是不是在。都是在描述同一个关系哈，就是其实是要建立起这些关系，或者说这些样例在表达关系这个方面的一个这个 similarity 的 metric 啊，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对这些开放域的这些文本，然后它所表达的关系进行一个聚类，然后在这个聚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新的关系啊，那么再进一步实际上我们就会。说我们假如说这些新的关系呢，假如它有一些非常少量的这么一个样例，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滚雪球的形式，然后来把这些样例滚出一个更大的关于这个关系的一些相关的样例，从而能够形成关于这个新的关系的一些表示，还有关于它的这么一个模型这个抽取的模型。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就提出来一个叫做 neural snowball 的这么一个思想这个是我们在2020年的这么一个。相关的一个工作啊，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我们会说，实际上就是你这个新的关系的这个发现呢，其实是要在一个在一个开放域的情况下来进行。那么其实它就会面临着说，你之前已经学到的那些关系和你新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这个互相的这个替代或者是这个。互相的这个关系，你应该怎么去处理啊？也就是说，当我不断的去发现新的关系，我就有可能会造成对那些老的关系的一些特征啊，它的这种模式啊等等的这么一些遗忘，我们会把它称为这个所谓的 continual learning 啊，就是这个叫做持续学习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持续学习的这个场景下呢，实际上我们就会有这个我们就提出了一种叫做就再巩固的这么一个思想啊，我们又能够既能够不断的去学习新的这个关系，还能够避免对这些老的关系的这么一个灾难性的遗忘啊，这个是我们今年所尝试的一个工作。所以稍微总结一下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在这个关系抽取这个方面
我们其实会有很多的挑战性的问题需要去做啊，因为毕竟传统的这种关系抽取，它实际上是会有非常其实它的这个场景还是比较的受限的啊，比如说它这个会有这个数据上的这个受限，它可能会对这个。这个少量就是会有很多的样例哈，它可能会比较的很多的关系类型，它的这个训练样例可能会比较少，那么它可能会受限于在单据上来进行关系抽取，它可能会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处理这种复杂的这种事件结构哈，比如说事件的这种关系，比如说它可能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处理新的关系等等哈，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关系抽取或者知识获取方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需要值得去做啊。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说我们比较认真的总结了一个相关的这么一个方向的这种发展的这个动态的一个这个总结，那我们也是发表在今年我们在亚洲的第一届的这个学术这个计算语言学的学术会议就 AACL 上，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其实可以看一下这篇。这篇 review 啊，然后来了解相关方向的发展的情况。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 relation traction 这个方向呢，也是这个我们整理了这么一个阅读论文的列表。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好，那个我要不就不休息了，我们就直接用剩下的半个小时，然后我们把这个另外一个方向的工作，我们要快的去简单的过一下哈。也就是说，我们假设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大规模的知识图谱，那我们如何去用它来去指导我们的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框架？那么我们实际上在之前呢，更多的是在一些具体的任务上去验证了这么一个方法的有效性啊。我们接下来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个任务，然后来去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我们第一个任务是这个实体的分类啊，就是这个任务其实相对来讲比较直观啊，也就是说，你一句话里面可能包含了某一个实体啊，提及了某个实体。那么这个实体如果被识别出来，那么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命名实体识别的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在新的时期，我们会希望能够对这个实体的有一些更细腻度的理解。比如说，我们想知道它是在讲哪个具体的这个类型啊，比如说这儿的这个实体，我们就可能想要对它进行一个更细腻度的这么一个分类。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叫做 entity typing 的任务啊。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呢，这个 entity typing 啊，或者说叫 fine-grained entity typing，细粒度的实体分类，它基本上就是利用这个文本的上下文，然后进行一个这个对这个实体的这么一个表示，然后呢再用它来去进行分类啊，就是用这么一个。相当于利用它的上下文和它的内部的信息，然后来构建这个所谓的 feature vector，然后来进行分类。那么我们就想，实际上我们在知识图谱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实体，那么这些实体呢，也基本上会提供它们的这些细粒度的类别的信息，而这个类别的体系呢，跟我们要对这个文本里面的这个实体进行分类，它的这个体系基本上是一致的。然后我们就在想，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知识图谱里面的这个知识的相关的信息，来帮助我们去进行这个实体的这个分类的这个任务？那么答案其实是肯定的啊，我们就提出来一种叫做 knowledge attention 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个大规模的知识图谱呢进行一个低维的向量表示学习啊，就是我们前边提到的这个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learning。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得到一些就是所有的这些实体的这个低维的向量表示。那然后呢，我们其实会利用这个文本里面的这个实体的表示呢，我们会找到对这个 knowledge graph 里面最相似的那个实体的表示，然后利用这个表示对文本的上下文进行一个 attention 啊，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有助于我们对这个文本的上下文进行更好的一个遴选，然后利用这些信息，然后来帮助我们对这个实体。对这个文本里面的实体进行分类啊，这个就是 knowledge guided entity typing 的一个基本的思想。那么在这个方面的话呢，实际上是会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细节啊，就包括我们实际上是会需要对这个文本的这个表示，对文本里面的实体和知识图谱里面的实体进行一个关联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要做这个 entity linking 啊。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典型的 disaggregation 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如果说
我们链接不上，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去找哈、啊，这个相当于是知识图谱里面哪个实体跟文本里面的这个实体最相似啊，那么等等啊，就是会有这么一些小的细节。但是经过了这个，就是把这个 knowledge attention 啊，就是把这个知识图谱的这些信息融合进来呢，你就会发现啊，它得到的这个结果呢，比起传统的这些 anti-typing。单纯用文本的 anti-typing 呢，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性能的提升。这也就说明，我们利用 knowledge，然后来去指导文本进行实体的分类呢，其实它具有非常好的性能啊。那么我们第二个应用呢，是在这个 entity alignment，就是在这个实体的这个对齐上啊。这个场景是什么呢？我们一般不同的单位啊，他们实际上会标注不同的知识图谱啊，他们会独立的去做相关的知识图谱，然后做发布。但是这些知识图谱呢，其实往往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overlap 啊，有一定的这个重叠。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这个不同的知识图谱呢，能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知识图谱。这个其实就是 entity alignment 的需求。啊，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两个知识图谱里面哪一些实体，它们互相之间其实是指的同一个实体啊。这个就，那这个的问题，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用已经关联好的啊两个实体，就是相当于我们已经知道它哪个实体对应啊，知识图谱里的哪个实体对应另外一个知识图谱的哪个实体，我们会知道有限的这么一个关联或者对齐啊，我们会把它称为种子啊，叫 seed。啊，那么我们过去的时候一般会利用这些种子形成的这么一个图谱啊，这相当于是有有限的连接，然后我们会利用这些信息呢，我们会去算啊，就是啊基于这些有限的啊这种关联，我们能够找到哪些更多的关联啊，会用一些图的算法来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实际上首先提出来，能不能去利用这种知识表示学习的这种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好，那我们2017年的这个工作呢，应该是最早的去利用知识表示学习来完成这个工作的做法。那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我们要分别对这两个知识图谱来进行知识表示的学习啊，现在得到两个这个低维的向量空间。然后呢，我们会利用它们之间有限的那些关联的种子呢，我们会尝试着尽量的让这两个空间，然后能够重叠在一起。然后它一旦重叠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知道，哦，这个图谱里面的哪个实体跟另外一个图谱哪个实体，它们之间距离最相似，那么它们就有可能其实是同一个实体。啊，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知识指导的 entity alignment 的一个基本的思想。那么自从2017年之后呢，就有非常大量的工作都是基于这个，相当于是。这种知识表示学习的这种方法来进行这个实体的对齐，也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成绩。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其实可以去关注。那么也可以看到啊，就是啊，在很多的场景下，实际上是利用这个实体的表示学知识的表示学习呢，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效果啊。那么我们还把这个知识呢用来去指导我们的这个 ranking 啊，就相当于说给你一个 query。然后你能够找到跟这个 query 最相似的最相关的这么一些 document，这个其实应该是我们信息检索或者是，这个实体信息检索或者搜索引擎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模块。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呢，利用深度学习怎么做这些事情呢？一般都是用 query 里面的这些词跟 document 里面所有的词，然后来构建出一个 word 的 similarity 的矩阵啊，就是。相当于 query 里面的每个词跟 docker 的每个词，它分别去计算相似度，从而形成一个矩阵，然后利用这个矩阵，然后来去算最终的这个 ranking 的 score 啊。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同时会利用这个外部的知识图谱来知道我们 query 里面包含了哪些实体，docker 里面包含了哪些实体。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啊，除了这个 query word 和 document word 的矩阵，我们还会有一个 query word 和 document entity 的矩阵，query entity 和 document word 的矩阵，还有 query 和 document entity 的矩阵。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四个矩阵啊，对吧？这样的话，这四个矩阵实际上是分别代表的词实体互相之间的这个相似度的这么一个矩阵。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四个矩阵，然后来去算最终的这个 ranking score，就相当于你有更多的这些 feature 了啊。那么这些 feature 有相当一部分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啊，知识图谱里面的这些实体的信息，
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实现了我们用知识，然后来去指导我们的这个相当于是 query document 的 ranking。那么实际上相关的这个实验结果呢，也表明，就是我们把这些实体就是知识图谱里面的实体的信息，考虑到我们的这个 ranking 里面的话，它比传统的这些相关的方法呢，都能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而这个提升其实表明，就是我们的这个 knowledge 其实对于我们做这个 ranking 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而且它的这个对那些比较短的或者比较难的那些 query 它的这个提升会更加的明显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介绍其实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方向，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预训练语言模型。那我们都知道，就2018年，其实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这个自然语言处理的重大突破就是这个预训练模型，这个预训练模型它思想其实非常的直观，它就是之前呢，我们几乎所有的深度学习都需要利用大规模的训练数据，然后来去进行一个参数的学习，比如说我们要做文本分类或者做情感分类，那我就要提供很多的这种标注好了这种相关的这种标签的这么一些文本，然后来。提供给这个深度学习来进行训练，那么基本上都是需要有人工标注的这么一些数据，然后来做啊，那么直接跟这个我们的这个下游任务会有关系。那么预训练任务它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就是，它会发现我们其实如果对于一个特别大的模型，我们先利用互联网上没有任何标注的文本数据，先去学一个语言模型。然后再利用这个语言模型，再到下游任务上去进行一个参数的微调，它所取得的这个效果可能就会更加的这个明显啊。所以呢，就是从2018年之后呢，就诞生了就是从 Elmo、从 BERT、从 GPT 这个诞生了一系列的工作，然后来去进行这个预训练模型的这么一个研究。那么也发现，就是这种预训练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范式能够非常显著地提升我们自然语言处理各个任务上的这么一个性能。但是我们会说，哎，其实这个预训练语言模型啊，它没有充分地利用这个文本的这个更丰富的知识的信息。我们会说，一句话它除了这个文本的本身，其实它里面会包含大量的实体，以及这些实体在知识图谱里面的相关的一些。结构化的信息，那我们就一个很直观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在做预训练语言模型的学习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同时把它所对应的那些知识图谱的信息也能够考虑进来呢？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想法我们就于是在去年初，我们就做了一个工作就是能够结合知识图谱跟文本一起来去。进行这个预训练模型的学习，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叫 ERNIE 的模型它思想非常的直观，也就是说你这一句话，然后它本身包含一些相关的实体，那我们就会把这些实体在知识图谱里面的这个 embedding 也作为输入输入到这个模型里面去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还会做一个相应的 training pre-training 的 task。这个 pretraining task 就是利用这个文本的这个相关的信息，然后这个文本整体的这个相关的信息，然后来预测就是这个实体到底是指的知识图谱里面的哪个实体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利用这个输入的这个增强和利用这个模型这个增加了这么一个预训练任务，然后来去把这个知识图谱的这些信息跟文本的信息有效的结合起来，从而能够提升。我们在这个赋实体的那些任务上的这么一个性能但是呢，我们会说像 ERNIE 这种工作呢，它本身还是需要你提前能够知道你这句话里面的这些实体指的是知识图谱里面的哪个实体还是需要做这个 entity linking 但是 entity linking 其实多少的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而且它本身是额外的一项工作那我们就会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不做 entity linking？我们来更好的把这个文本和这个知识图谱的结构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呢？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就我们在今年又做了一个工作呢，就是充分的去利用知识图谱里面这些实体，它的这个文本的描述信息，然后来去开展相关的工作。它的基本思路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对于文本的话呢，我们实际上是会
进行这个 Mask Language Model 的学习。这个跟传统的这个 BERT 呀等等的这个预训练模型基本上是一样。那么面向这个知识图谱呢，我们会做一件什么事儿呢？我们会说，哎，你其实每一个实体都会有它的这个description， 那我们就会用这个文本的 encoder， 然后来去实现对这个知识图，就对这个 description 的一个表示，一个编码，来形成关于这个实体的基于它的描述的一个表示，就是这个 H， 然后也会实现对这个这个它的伪实体的这个表示的描述这个表示。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会知道三元知识图谱里面这个三元组 HRP， 我们会要求它必须实现 H 加 R 等于 T 的这么一个目标。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知识图谱里面结构的信息跟它的这个文本的这个编码的这个方式，这个信这个这个这个工作，然后能够给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把文本和这个知识图谱结构放在一起，来统一的进行这个预训练模型的这个学习。而这个过程的话呢，本身并不需要我们做这个实体的这个链接因为我们直接用的是这个实体它的这个描述的这个信息。当然，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我们文本里面，其实包含了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比如一些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这个指代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会知道。这个后面的一个代词可能会指代的前面的某一个实体。那么这个指代的信息呢，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语言学的知识。那么如何去把这种指代的知识也能够用到这个预训练语言模型，融入到预训练语言模型中去呢？那么这个其实也特别值得我们去进行一个参二，考那么我们当时提出来的一个。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当时就提出来一个思想，就是实际上我们会把那些重复出现的这些名字，比如说它前面出现了一次 clear，后面也出现了一次 clear，我们就会把其中的一次，比如后面的这一次，然后我们会来实现这个相当于共指的这么一个标记，那么这个标记的话，可以用来我们去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共指的这个预测的这么一个训练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具有这个共指消解能力的这么一个预训练模型。那么我们还进一步的考虑过如何去把这个下游的一些这个任务里面的一些特点给融入到我们的前面的。相关的这个预训练过程中的这么一个思想，那我们当时就提出来这个所谓的就是相当于把就是原来的两阶段的 pretrain 和 fine tune， 然后改成三阶段就相当于除了在通用的领域进行 pretrain 和在下游任务进行 fine tune 之外，我们会在中间会进行一次所谓的 task guided pretrain 就是在这个特定任务的。相关的这个无标注的数据上进行一个 pretrain，只是说我们会进行一个所谓的 selective 的 masking，而这个 selective masking 是在这个下游的任务上，然后来去进行一个学习的就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收敛的这个速度就是在这个 fine tune 上的这个收敛的速度，然后来提升这个相关的这个效果这个是我们在。就是把这个相关的知识给融入到，或者说用来指导深度学习所开展的一系列的工作。那么，实际上您应该也可以感受得到，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呢，实际上，每一个工作实际上都有一个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个改进，或者说一个相关的这么一个框架。所以呢，这个其实是我们认为现在做这个知识指导就是在深度学习上做知识指导的一个现状，就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式告诉我们说，哎，你一定要这样去做，然后才能够实现更好的知识指导，所以就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答案。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如何去针对不同类型的不同特点的知识，然后来去。提供一个统一有效的这么一个深度学习的指导的这么一个框架这个我觉得是未来值得不断去探索的这么一个方面。
最终稍微总结一下的话呢，就是我们前边列的这个图，就我们认为知识指导的自然语言处理包括三个模块啊，一个模块就是如何去实现对知识的这个有效的表示，然后如何去实现这个知识的有效的指导，以及如何实现这个知识的这个高效的抽取，然后从而能够一方面让知识图谱来帮助深度学习，另一方面能够让这个深度学习更好的去构建这个知识图谱啊，这个是我们认为整体的这么一个框架。那么，我们比较注重这个开源的这个工作，所以呢，我们前面介绍的几乎所有的工作呢，都会在 GitHub 上进行开源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了解相关的这么一些方法啊，这些数据，还有他们所对应的这些代码。那么我们还专门开发过几个相关的一些工具包啊，包括这个神经，叫我们神经网络的关系抽取啊，这个 OpenLRE。那么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是包含了像 sentence level attention、distance supervision 等等的这么一些特定的这么一些方法啊，以及对应的这么一些重要的数据集。那我们这前面也有提到，我们实际上是专门标注了 field short learning 的这个 FieldReal 的数据集，还有 DocRed 的数据集，啊，欢迎大家来去关注。那我们也还专门的开发过一个，就是知识表示学习的这么一个工具包，OpenKE 啊，几乎包含了现在最常用的一些这个知识表示学习的这个方法。然后我们最近也是在比较通用的一些这个大规模的知识图谱，也提供了这个相应的这个预训练好的这么一些实体和关系的这个低维向量，然后也是可以供大家来去使用。那么，我们最近也是出版了几本这个专著和教程啊，其中包括中文版的这个知识图谱与深度学习，应该是说总结了我们最近这几年在知识图谱和深度学习这方面所开展的一系列的工作，然后希望给大家展示哈，就是知识图谱和深度学习之间可能有哪些化学反应。然后呢，我们也总结了我们在这个面向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然后表示学习的在各个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这种动态或者是进展。那么这个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偏综述的这么一个专著啊。在最右边的这本书呢，本身它是open access 啊，就你可以在网上直接可以下载到全文。那么中间是我们认为可能做知识表示学习可能最新的这么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就是 Graph Neural Network 啊，我们为此准备了一个这个tutorial 啊，一个相当于教程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去看啊。当然这个就不免费，但是应该在网上也可以下载到这个PDF 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是我整个的这个介绍，那么再次感谢大家。好，行，谢谢志远，好，谢谢志远辛苦了。那个有几个问题，就是一个是说呢，就是关于这个，就是你刚才也有个结论的或者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你认为深度学习本身解决不了这个，就是关于这种我们终极的这种自然语言处理的这种知识表达和知识表示还有推理的任务。然后，那么今天但是我们现在的手上的这个武器还都是这个深度学习。那么你个人认为，就是有什么方向可以往后走，就是说去实现这个终极目标呢？我们提出来的可能就是希望，就是说利用深度学习，我们去不断的去扩充我们的这个知识图谱。那我是觉得，随着这个知识图谱能够更好的去覆盖我们文本里面的所需的这些相关的知识之后呢，我觉得，再把这些知识用来去指导我们的这个自然语言的这种深度学习的模型，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取得一个不错的效果。当然，我们今天其实更多的是聚焦在这个实体的知识，就是实体之间的关系啊等等。我是觉得，其实，在我们这个文本里面或者语言里面，应该还是有很多其他层面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常识的知识啊，比如说认知的知识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语言学的知识啊等等的。但是我初步来感觉，就是语言学的知识，比如说一些句法呀等等的这些信息，其实利用大规模的预训练语言模型，我觉得好像也基本上都能够学习到了。我觉得可能更难的是这些常识的知识，还有这个，
这个认知的知识，我觉得这些其实可能简单的通过这个大规模的数据是没有办法，直接学到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未来，就是我们要想办法，然后来去进行一个研究。那我是觉得从未来的研究的挑战来看，就是你如何去更好的去表示这些知识，其实特别是常识知识，我觉得其实是个难点。就是说，实际上有大量的常识，我们人可能都很难能够用一个形式化的办法去进行表示。那么如何去表示，然后如何去进行一个对这个深度学习的指导，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难题啊。当然，我是觉得其实深度学习，我觉得还是应该肯定它的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意义哈。它本身其实是对我们互联网上大规模数据进行非常高效学习和表示的一个，我觉得非常强大的工具。我觉得需要咱们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然后再往前去看，然后我们到底可以再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啊？这个我觉得是未来我们应该要努力的方向。好，谢谢。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你刚才讨论了，你认为就是这个新的这种图形网络，你认为是就是目前会很重要的一个工具。那么图形网络呢，是说除了在这种实体关系知识这种表示以外，那么在这种通用的这样的一个 NLP 任务上的话，你觉得就是你自己的感觉，GNN 适合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他们现在其实可能反而用的比较多的是在那个什么，类似于叫分子式的这个建模，就是类似于这种小的图的 graph generation 啊等等这么一些任务。我是觉得在文本上，我觉得未来可能，比如说在对于这种 data to text，比如说对于这个，比如说对于这种复杂问题的这个建模，我觉得可能这些方面，就是它本身可能你的这个任务需要对一些特别精细的这些实体也好，这个对象也好，它的复杂的关系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理解、建模、表示。我觉得在这些场景下，我觉得可能 graph neural network 会比较的重要一些啊，就比较关键啊。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在这些方向，我觉得可以值得去做。当然，我是觉得现在其实整个 NLP 可能问题是在于，可能我们日常所关心的这些问题，譬如说大的问题，譬如说 relation traction 啊，譬如说 question answering 啊，譬如说machine translation 啊，其实可能相对来讲都还没有把这个问题定义的特别难，就是相当于你就是一个通用的这么一个任务，在这个任务里面，其实大部分的场景下，其实可能知识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关键啊，所以我是觉得可能等着我们把这些浅层的这么一些理解的能力能够达到一个水准之后，我觉得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知识，就是基于知识的这种深度理解的这个问题。好的，好的，谢谢志远，今天辛苦志远了。好，没有，你辛那，苦，呵呵。哈哈。